你好，晚上的八点整啊，八点整，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晚安。社长保持个心情愉快的，来报告今天我们要公开的号码。好，那心情愉快，你也就知道今天一定继续中奖，全车一支，全车一支用30。全车一直用30，今天开始我们用五字号码，五字号码只签两星啊，两三星啊，只签两三星啊，不要签四星，不要做梦，四星贵重啊，也许你四星可以签0.1，好玩就好了啊。那么02080809啊，3032。03032啊，这个是今天五字号码，我们台湾539的会员两组牌号码，来到晚上八点公开给大家验证。好，我是社长燕国荣啊，晚上在这边八点报告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中奖，平平安安过个星期假日。因为台北的天气是下雨啊，雨为财啦，所以今天继续中奖。